耍一套龙拳。嘿，等一下，那你会不会虎拳？龙拳，那、啊、算了，让你秀。哼，看起来有两下，可是神龙龙拳我也会，我来示范啊！龙拳，哼，一想到神龙我就想到兴隆，想到兴隆，我就想到成龙。让我用生命最闪亮的那一刻与你分享。哼，卡完收工。这，你这是失传很久的。对，接龙拳。哼，厉害吧？嘿，神龙，你现在是我的宠物，听命于我。狗我常常遛，但是我没有遛过龙，那我就来遛一下龙吧。老师，音乐，上的上位，飞到太平遥远，绕着月亮显出地球，太到过龙这宝的眼神，脑袋一直找个出口。拼浪太强不挂，会被撞到地上。拼浪太强不挂，会被撞到地上。地心引力抓不住你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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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头还在啊啊！是加辣不加辣？加辣不加辣？原来我在做梦。谢谢大家，好酷哦！我觉得立冬有就是爆发的感觉，有哎，好好笑哦，赞。对，哎，但是呢，这个第一次看过这个这个叫做舞龙的表演哦，在我们节目上面出现过。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评审怎么说好。这个表演要跟这个立冬啊结合，其实巧思啊，看到最后他又回到了这个盐酥鸡的那个摊位，哦，原来是他自己的幻觉，然后加上那个主题曲。加辣。那个怎么唱？刚好，恰辣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根本是神经病。他喜欢，但是他脸都红了。但是喜欢，我觉得这个很屌，嗯，我觉得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立冬这么有精神了哈。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一段，就是龙跌倒。我真的，我好爱呀！这辈子第一次看龙跌倒，哎，因为我那时候会觉得说，哇，那就一团，就是一只龙跑出来，我想说啊，会有什么东西？后来我没想到会有这么有看头的一个表演。那加上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，只有在庙口啊，或是大型的典礼才有办法看到。你既然可以在棚内里面看到这么专业的表演，我们都非常的幸福。谢谢你们。是的，谢谢嘉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同学努力的成果，以及立冬这一次的反败为胜的分数呢？好的，是多少？立冬的分数是23, 25, 16, 19, 20, 22, 23, 23分。哦，23分，好，相当不错。但是呢，这个根据
距离其他的选手还是有一点距离，但是至少把上次的追回来一 点好不好？我喜欢你的开头跟结尾，可是中间你跟龙的那个互动，我觉得你没有强大到可以驾驭这个龙，或是可以跟他对话，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可惜。虽然我很喜欢龙，但我觉得你个人的表现应该要再更强烈一点。同学刚才有其实有很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，就比如说在那个龙的身体中间跳跃，哦对，跳来跳去，然后连续好几个人在这么小的场地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真的很难，然后都不会打结。是的，所以观众朋友给他们这个热烈掌声，厉害，谢谢。也恭喜立冬终于追回来一点了，加油加油，继续努力，谢谢同学。我们来看下一位，下一位是大飞。先生好，哎呦，你今天是今天好有活力啊！最近是 sponsor 没有啦，就是想说要一个运动，运动的感觉，运动感觉，所以今天是跟运动的达人有关系。那今天的这个跟这个达人难度高不高？有点高，有点高，真的很高，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的运动吗？需要胆量，胆量，需要什么运动需要胆量啊？我想除了被砍脖子之外。还有胸口碎大石，胸口碎大石之外不需要，好像就没有了。对对对，你大家看就知道，那真的是需要一个。好的，来看一下大飞表现。今天约在这个充满朝气、活泼、充满生命力的体操馆里面，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达人要跟咱们的大飞合作呢？是的，他们就是蝉联台湾啦啦队比赛7年冠军的 Monster。而咱们第一次接触啦啦队的大飞，哎呀，到底该从哪里开始练呢？好的，成为啦啦队员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胆量，大家都会很害怕后面，但是不行，啦啦队身为一个啦啦队就不能害怕。我说你到底是要跳还是不跳啊？等到花儿都谢了。好了，我要跳。雪草柠檬茶。那个，我都不知道宪哥的节目为什么这么可怕，原来下面是会怕。你现在是几岁来的？对。哎呀，这个小小的测试不过只是暖身而已。跟老师讨论过这次比赛的内容之后，练习的重头戏才叫正式开始呢。我现在要直拉电梯，希望会活着。表演更加的精彩，老师决定增加更多高难的动作让大飞练习。这很难哎，不是，我知道他们很壮，但是我起不来吧。大飞能够通过考验获得高分呐、啊！哈里拉队，是的。开启魔人一门，重量级来宾现身啦！我的心也随之荡漾，千里奔月来希望。您知道在小弟的这个单元里面呢，我们后面有一个神奇的任意门哦，对。是的，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，我是哈林的静，欢迎大家来我的演唱会。但是最近因为油电双涨的关系，我把会吃电的升降梯给换掉，换成人力升降梯。没错，各位看。
看到的就是 Monster 牌人力升降机。既然我都升上来，我就站久一点，想说就跟算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对不起。但它除了这普通升降的功能之外，它还有一种功能是罗志祥的升降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猪罗志祥。